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大声。小敏，嗯，没有哎，我载你去。好啊。吴昕提赞果果范江登对，圈落出狱，公开理想男友。吴昕提第一本写真书上空出狱了。他在26号的签书会透露，自己一共换了18套比基尼。是说啊，这入行最大尺度，绯闻男友安安抢先看了吗？你有给什么好朋友看过吗？就是最性感的这一趴。我有先送一本给我一个女生好朋友。更男性，比如说同龄人有朋友。哦，我有给小曹看过那个紧张，然后他说好害羞，好害羞。没有，就还没有遇到。其实是我拍他的，朋友啊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就是没有想到的那个。我觉得没有，还没，但我觉得不会紧张，是我现在没有想要结婚或者是迈入这个阶段，因为我根本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心情，就虽然会为别人开心，但觉得离自己好像是还蛮遥远的事情。那之前那个果果求婚的时候，你有在现场吗？哦，我没有在现场，我是有一天聚会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刚好在讨论要发这个结婚文，他们就说哎，要哪一天公开什么的，那我就随口一问说哎，你要结婚？他就开始这样，然后我想说我只是随口一问，结果是真的，但听到非常为他们开心，就觉得他们是很登对的。过年有没有被关心一些感情状况之类的？其实没有哎，我的亲戚们好像不太会过问太多，就是是一个蛮幸福的状况。有什么理想型的对象？理想型吗？你要孝顺嘛，然后幽默，就是聊得来，然后专情，这个标准很蛮低的。以前会有遇过那种崩溃，崩溃到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，所以就会觉得也不会说对方条件一定要怎样怎样，就是主要是两个人相处得来，然后就是一心一意的标准。